看不行，我得好好看。还欠夫人一杯和锦酒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哎呀，把我们刚刚面临多少人的反腐就是不好意思的一件事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。因为你不喜欢我，因为不喜欢，所以不甘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现在知道被人逼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感觉了吗？难受？难道你不难受吗？难道你想这一辈子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身上？难道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？那你就不无聊吗你？